行也会有一个这么一个低谷和、是吧？不是的，休息不是，休息不是，休息不是，休息是你还是你他修到一定程度，你着相就你执着了，他就那个他就凑到低谷了。哦，是执着了。嗯，执着了。你执着了，着相了，或者触缘了，就像踩了地里了，熟了，果报熟了，那你就很辛苦。然后不着相，什么都不会这样。哦，那肯定说你已经这个空气踩了地里也炸不着你了，它空的。但是你还没有一点微尘东西没破，你就踩上你就完了。也是啊，心就像他们习惯于那些，你让他坐下来，他坐不住了。他们已经坐，就像他现在的心态，他们坐不住的。他必须经历过更大的碰撞，更大的欺骗。更大的碰撞，然后呢，精疲力竭了，可能突然就，但那个时候已经伤痕累累了。你要解脱出来，这太困难了，只能救度了，极乐世界了，往超度了，只能。然后，超也是哎，就算我相信去了极乐世界的梦很久，因为那种伤害在头脑里边已经记忆的太多了。那种猛烈的伤害，现在就伤害着来自于他自己的强烈的那种气，你看他那种能量啊很猛，就是那种利欲，就是就很猛烈的那种气，然后伤害也就大，因为他太贪了，他想一口吃个大的，一下子破灭了，他伤害也很大。欲望越强伤害越大，占有欲越强伤害越大，突破，然后这个意境上这个话才能那种完全那种色彩是不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到最后书法也是，书法呀、古琴，其实我喜欢古琴的目的，我倒也不是说，主要是想，因为古琴古时候是用来治病的，五音嘛，五音是用来就中医里边用的，一个好的中医都会通音律呀、因为音乐的穿透力个就是它会音乐是没有维度的，就说有时候梵呗啊或者什么，就说你念咒啊那些梵呗，你唱诵它在不同维度众生都会接纳，但是你说汉语就不行，你说语言就差了一点，就是音律，哎，不是母亲有宫商角徵羽嘛，都对应五行的，对应五行又对应五个脏器，对应脏器对应春夏秋冬，对应这些。那么这些东西呢，在中医里边就是可以直接用来治病，就你坐在我对面，我对着你弹，就我的声音过去就治了，声音过去就开始调息，尤其对一些亚健康状态的，还有忧郁的，就是这些。但是这个弹琴的人自己要有正量，就是在，就是他要懂，都要你肺有病，我就不断的弹关于肺这一块的。这个曲目，然后不断的那个声音不断的撞击你，不断的撞，而且这个人还要愿意坐在他就听，不断的听，这个是可以治的，所以那个时候以前我禅定里面那个时候是胳膊烧坏啊，那个师傅就是拿古琴给我治的，就是拿声音，就是弹琴给治的，就是那种真的就像武林小说里面就啊一弹那琴上就放那种光啊，唰就过了，然后整个胳膊就是那块不是烂了，然后就是拿五音治的，那是最古，那都是高人。哎，对，琴那是杀气，就说也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太好了，真的是。哦，对，杀人也是用的，他不是说那个琴上。多用力啊，就像可能啊哒哒，就像那个，其实不是那样的。你听声音很低很柔和，哇，那就穿透力非常强，就真的像子弹射过来。声音很低真的是人有力量，不在于声音大小啊，一句话啊，轻轻的噔，然后刷你这个胳膊麻了一下，就是你整个胳膊是有觉受的，就是他那个声音响起的时候，你这边刷就一道光就下来，那真的是正量，不是，真不是说虚，然后你就好了，然后你就好了，这是能看得出来的。像有正量能弹出来，用录音设备录下来，会有一样效果，相同效果。
现场的效果要更好，有质量的。他跟那些，那个那些，谢谢啊，他跟那些，就是弹音乐的还不一样，佛学的，就是修行的有质量的人弹出来，那种角色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录音，录音很难录出那种吵。哦。你录出来，有时候录出来就是很多的颤音。哦。它是在吵，就像那波动。但是你坐在他对面，尤其自闭的，他录的那种自闭的，他弹的那种声音啊，很多都是单一的，他不是旋，有时候都不是旋律，他就是你听的话就是就是不断的就是这种声音，但是他是调整你某一个脏器，他不断的冲击你，然后你坐在他旁边身边就很好，但是我到现在没看到有音乐来治病的，就是大不了就是用古筝啊、古琴弹一些旋律。哎，就是很动听，大家听了说哎心旷神怡怎么的，但是我在定境里边听的时候，我们弹的那种古琴，它是几乎是单韵律的，就是我敲肺，我敲你胳膊，我就是声音没有那么多旋律，但是震撼力很好强，你就明显知道他在治病给你，因为你是全身燥热，全身有感觉，你听到那种声音，你全身的每个毛孔就开始有觉受了。他也有旋律，但是他很变化比较少，但是那就是可能我觉得他们也是累积，你需要什么人家那就是药嘛，高蕊就是你需要什么药我开什么嘛，你需要什么样的旋律，我就是见过有一个日本的一个说层次很高的一个弹古琴，好像应该是古琴，在中国演了一场，那个近似于就是我说的这种，但是两个小时下来所有人都睡着了，因为根本就几乎前15分钟20分钟他弹但是听不到声音，但是看着他在上面弹，然后中国人理解不了嘛，就是是个谁了有去报道过我看，然后他所有的声音都很低，但是很单，音调很单一，然后就中国的观众都说弹啥这听不得，而且是第一次大部分时间没声音，看着他动都没声音，然后还有就是不知道弹啥，那个旋律也没有，很多人全睡着了，两三小时有人坚持下来了，最后也不知道，没法评论人家，然后人家说日本一流的高手，我那天看这样一个报，所以再没看过，在中国邀请过来弹，估计只能邀请过一次、就一次，再也肯定赔了，这天长地久，票也最近吗？哎呀，去年好像是，去年是一个日本的。就，但是我也没觉得他多高，因为我也没现场听，但是我从他那个技术啊说，很多人说是就没声音，真的是说人家还是用调侃的口吻说，那不是皇帝的心脏吗？就没出来，就没弹，他压根就没发声，其实他可能是发的，但他可能是处于一种定态，就是去做的，就是他有时候静下来，就你必须跟他达到同频率振动，可能才能感应到吧。我觉得他那种就纯粹是感应了，那就不是表演了，那是，那这就不能说表演。但就像这种散乱的心态，如果能听到一些比较轻的音乐，会不会也有一种潜移默化作用？肯定会的，音乐对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音乐，因为我们是个宇宙嘛，你身体上。因为语言的话，我过去以后，你就会去理解，用你的直觉去翻译我的说话的意思。但是音乐过去，每个人的他不会翻译成同一种东西的。比如我一首曲子弹完，每个人脑子里他不会把它翻译成固定的是什么，听不一样。音乐是没有，真的是没有国界，没有维度，甚至在出生到啊，动物都很多。就说你有时候弹一个吹个笛子，或者很多鸟啊，很多动物会走赶过来，但是你说普通话它不听的，它听不懂的，哎，就语言，就是音乐的这种跨维度，哎，就是摄受力比较强。人力身体就是宇宙里边有很多军力啊，很多的众生身体啊，然后有些音乐身体会共鸣的。更容易共鸣。但人类创造和音乐包含人类的感情吗？这动物也能感受到吗？人类的感情，你以为音乐就是人类的感情啊？不仅是，就是很多类型的音乐都是那一种。很少，你流行歌曲都是人类的感情，真正的交响乐音乐都是宇宙的声音，
都是有宇宙的，比如交响乐呢都是大海的咆哮啊，海鸥的鸣叫啊，都是把宇宙的一切包含在那种哆来咪发嗦里边来表达的，包括咒语真是宇宙的声音，那哪有说连人类一点感情也没有，就这些东西，因为它已经不在人类的小我的范畴了，所以它才能跨越这些维度，尤其咒语文盲里面根本就跟你没关系的，不是你自我的那些抒发什么感情的，是吧？那宇宙的根本音，宇宙所有的东西都在同时都能产生共鸣。你如果破了我执，你去持诵六字大明咒，你跟宇宙万物共鸣，那是根本，就是最根本的里面的震动发出的声音，光音啊，因为宇宙一爆炸开始形成光音，这是最根本的震动。就是说每一个粒子啊，就是假如把人体比喻成一个有单粒子，就是最小的微粒组成的成分的，它到最后就是我解释就学论啊，它就是个震动，哎，那个震动的话就变成了就是嗡嘛呢呗咪，可能你听到那个震动，它如果有声的话就是嗡嘛呢呗咪，最根本音嘛，万物都是这样，包括一粒微尘里边都有嗡嘛呢呗咪。所以你要是持诵六字大明咒，持诵任何一个咒语，尤其是六字大明咒，你是用心来领悟的，不是用嘴巴念就念出那种东西。你开始进入无我状态，你的心领悟你与宇宙合一的时候，它就是嗡嘛呢呗咪，就是音流，就宇宙所有的一些都可以破译成音流，就完全可以用嗡嘛呢呗咪后来表达。就说你这个手机，这个杯子，那个地球，那个土星、木星、火星，所有的东西，如果起个共同的名字，可以用嗡嘛呢呗咪吽来涵盖，就是能涵盖了所有的物质，就是在声音里边，这叫根本音嘛。声音里边的，如果用声音来表达的话，嗡嘛呢呗咪吽是最好的，就是能涵盖所有的内容的。就说你持六字大明咒，最起码你要坐在那儿，你要感应到你跟万物是共鸣的。你跟宇宙一切都在跟你跳舞，那一粒微尘都在跟你跳震动，因为你跟宇宙，你就是个宇宙，宇宙外边的宇宙跟里边的宇宙是一样的。其实你这个，因为你有个自我，所以把你跟外边隔开了嘛，是吧？你跟外边的宇宙就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好像是这。其实你跟外边的你是无我，你跟外边的宇宙没有大小，只是一圈一圈一圈的波动。如果是从你的中脉开始作为一个点的话，宇宙爆炸的中心的话，那你的身体，你不要认为你是个身体，你就是能量，这个能量是从中心开始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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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外一直扩展到无量无边宇宙外面，那都在嗡嘛呢呗咪。像这跟那个佛道当年说的一个外道叫这种与万物合一这种有没有什么区别？不是，你问我，他是印度教，印度教他是佛说的是你在修法的时候，你可以与万物合一，与万物共鸣，这是法门来。但是他是有些教，他是在最高教义上说是哎有一个就是说凡我有一个凡，那么你要跟他合一，然后来达到一个。但最高教义上不这样讲就行。在法门上，法门无量嘛。你法门上你说我今天跟这个杯子合一也可以啊，是不是？你只要不认为你是要与别人合一才能达到一个成佛，你只要认为你是佛，你就是在佛道上。与佛只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里边说，众生是每个人都有佛性，是平等的。像这种突破这种空间，这种方法是吧？对，其他的都是方法，都可以用。那这样的话，你比如说用这种观想法，你成了宇宙，就一些些波动啊，你成了个震动。能打破一些你对物质层面的执着，哎，你不，否则你会认为这个物质是坚硬的，不可能抗衡的。但是佛说这个物质也是生灭嘛，就是这个物质也是能量嘛，在一定条件它就在思维以后就转化了，转成能量了嘛。只是在你的眼睛它是物质嘛，但是你怎么打破？因为你要成佛，你不能停在三维嘛，看问题嘛，那你怎么打破三维的认知呢？你不得在易经中塑造多维空间的状态吗？